大家好，我是王彦霖，来自上海戏剧学院，08级，12年毕业的。然后这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我的爱人艾佳妮，身高1米63，什么？我1米83。大家好，我叫艾佳妮，今年33岁。这是我老公王彦霖，我们结婚2年。然后有一个小宝宝。两个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就是08年上大学嘛，然后怎么说呢？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班女孩好像个儿都挺高的，她怎么不一样呢？我们班最高的女孩。然后他有的时候去排练什么的，我就会经常去看。然后一来二去，我俩就成了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爱了，爱住了。对，从我的同学变成我女朋友，变成我的爱人，特别不容易。啊，我就梳理一下情绪啊，因为没有哭，因为我有一种像回到了大学的感觉。我为什么这个激动了？因为我像回到了大学的那个时候状态，毕业很多年了，然后和我当年的同学，我现在的爱人，这个感觉让我觉得过了很久，对。你们是怎么还故意准备个纸，是给我准备的吗？他性格特点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就是爱哭，感性，会很容易触景伤情。我觉得我越来越依赖他，因为他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他让我当了爸。反正我得让我闺女知道我最爱的女的是他妈。他把一辈子的这个赌注都赌到了你的身上，你得让他赢啊！太丢人的，你们也该删删，该减减。柔软王，柔软王。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场爱情的旅行？毕竟，活到老学到老嘛，结婚。刚刚2年，很多东西，日后还有很多问题，很长的时间去需要磨合，需要学习，需要共同去面对。